林俊杰首部微电影《梦想实现》21日盛大举行首映，亿万票房女星郭采洁抱病到场加持，冒冷穿无袖飘逸红妆的她却不料当日台北大风，险些当场走光。而日前四川发生7级强震，造成雅安地区灾情惨重，林俊杰、郭采洁等人也特地透过镜头为灾民打气加油。其实非常非常的关心四川的朋友、雅安的朋友们，当跟新闻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的心痛的，因为之前也有为就是汶川写过一首爱与希望的这首歌来鼓励大家，也希望说在这个时候大家也又再次的就是可以激起大家的这个努力，为大家为雅安的朋友们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，让他们用正面力量来盖过所有的负面的感觉。一二三，雅安加油！当日郭采洁也送上破4亿的大尾卢曼剧本，希望将电影的好成绩带动到 JJ 的微电影票房上，而 JJ 也因为拍电影上瘾，力邀郭采洁继声音后再在戏剧上有所合作。对啊，影后有没有这个荣幸跟你拍？有，他现在已经在开始抢我们这边的版图哎！我有的时候剧本接来的时候都会说，哎，男主角就是有 JJ 的这个名字看到。当然我觉得这一次应该算是一个，我觉得先大展身手了一下，然后我觉得未来有更多无限的可能，说不定下次就是你长进，麻烦考虑一下不要这样子女主角